其他系雷刀同法害，系买啲同时系进啲臭面盘面入去。我买下仔，系趁嗰啲臭面盘，系唔好咧？哦，买多少？买少少啫。睇下，咩？炒米粉少少啫，斤斤计计。两口几钱啫？平平的。我买红烧鸡。我买几多呢？我那炒米粉呢，五元半，买一条鸡，细细条的。OK， 一条鸡，五元半。文章五角，呀，文章五角，来，我买啲，放啲牙吹剂，系个哎呀好事啊，啲剂嘅，婆婆买东西买咗来，买咗米粉，买啲牙吹，超乞人简单，又超爱做红烧排骨米粉，好食咧。今天是超一组好的啊，婆婆来啊，今天有人杂个礼拜嘛做东西，今天来做你看，今天做米粉红烧排骨一流咧，我爱你做真好吃，要买个材料哦，有下公仔，我放啲下公仔，很过好吃，啲啲牙菜仔，红萝卜啲，冬菇放一样一啲，啊辣椒啊，蒜米。还有包菜，超起很简单。系见啦，超起煎一条，煎15分钟超得咯，好容易，好简单，煮要简单，煎要容易。系即系做得好食，所以系建议做半日就干。好容易咧。我一路来没用呀牌子，我爱你去超级市场去看，哎，看到有只好奇怪咯，我就买咗嚟做做食，好好食，所以我建议家家做俾人哋看。婆婆做好简单的呀，看得嚟啊，熬得咩咧啊？其他专门半只钟头，一只钟头都爱呀，我也唔熟，15分钟搞掂，就可以做，煮又夹又简单。男人炒米粉，笑死人咯！来，也有黄米排哦，啊，食得好好吃哦，啊，今天就吃红烧的，啊，做好简单呢。爱米粉，啊，今天来就吃前日的今日的东西，今下回来托下我下工，就可以煮饭来看了，好简单呢，婆婆做东西很简单。哎，冬菇呢？阿婆婆蒸过去耶，先讲，录下去，搞听。懒人要懒的懒东西，你看，还没坐得到。本来俺不是买鸭下工的，鸭毛，俺领导啊，俺做很多啊，俺家的下工也很个好吃，不是放都得。但系我觉得我建议加啲下工，啱啱我看到嘛好靓嘛，加啲两条钱，两条零钱啫。啊，爱唔爱加嘢就中意。啊，阿婆念到加出个好食啲，啊，嘢就看咯。你要以为唔爱加咁麻烦咧，唔爱加啦，简简单单啦。后来呢度啊，有时啊四四集，有时啊你觉得烂啊。好热啊！回去做米粉先啦，唔可以爆发啦。唔是讲啊，要帮物计物计唔错，系帮几只下工啫，淡爽啫。系啊，干条红烧排骨超靓咯，热料啊，嗌红烧排骨帮佢热料啊，好简单呢。所以人哋好中意看婆婆做菜，因为婆婆好简单，熬得咩？如果熬得咩，有时都系好好食啊！我自己赞自己。我建议念头上食米粉，我就顺带要做埋半日条看。第二日要学婆婆熬得咩嚟用？哎呀，青菜做，看婆婆做青菜做。啊，当我拖好啊，眼米粉就蒸好啊，就可以做了。
啊，好大咩呢？嗯，好啊，你做。啊，见啦，放啲豉油入定鱼浆，我系切爆菜，切爆菜，嗱入定鱼。有咩？唔少。现在煮的时候放烧烧盐，因为排骨都够靓哦。朋友，诶，煎鱼浆，五十多诶。莫切太高，切切太高。见啦，开出锅去剥条，挨拉碌红萝卜。红萝卜嘛，鸡同事都好啊，加啲油过后诶，你了冇？啊，菜过靓啊，见啦，挨碌红萝卜，碌过容易煮嘛。点解挨点点都要放啲锅啊水？好，我拿开嘛，我先来煮米粉。要不要水没露露啊？是啦，没东西呀、啊。对啦。慢点。过下水先。尽量啊，那米粉。你看婆婆煮的，一般也要提到人家米粉好家伙。尽量的，我去炒下东西。唔好放很多油，少少椒、蒜米，同埋炒泡菜。怎么放菜落去啊？嗯，放少少呀。哦，好香。放少少，放不少。炒米粉最简单了。你家里炒啥鱼？你家里阿公在呀。这个的小鲜。两道冇得煎了。全部一起炒。放几？哎，你们慢几张？放几张？哦，现在放米粉进下面了，叫我炒油嘛，放在那，好吃难煮啊，嗯，哇，很香，嗯，香到冇得煎啊，是买一锅粥。嗯，炒米粉就是一样啊。要有水吗？倒点好油。嗯，好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煮好了。啊，今日婆婆煮的这个红烧排骨炒米粉，啊，其他东西冇放。哎，早晨看到啲霞公仔都好靓，哎，都买到挑难两件，哎，炒米粉就系很简单。今日都觉得，哎呀，冇人煮饭咯，哎，现在炒米粉，米粉咧好简单哦，好容易熟，现在煮两下佢都可以都熟嘅咯，唔是很麻烦呢。婆婆做东西熬大面咯，嗬。是啊，是是是是。啊，放两三扎一条冬菇啫，食下咁好食嘛。嚟，嚟放啲辣椒。搞定。嗯，呀，那种米粉呢，熟就熟的，我就中意哦。你熬起有多少口感哦？来，我唔是冇放物噶，红烧排骨啫，洗干净啲嘛，我咪放下就。嗯，好靓，好食嘛，味道一流，我放少少胡椒油。一豉油烧烧，拉下入下公仔啊，超轻简单。帮手就下油，有咩啊？你识啊？你就识啊？一下我识。大家试分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没试分，试米粉。试米粉，好靓，两个公仔。
也贸易是上将了，刚刚出来。OK， 拜拜。